刚去那个中国，没东西吃啊，好饿啊！哎，有食物。啊，空的，好饿啊！哎，不过没关系，有这把中国来的扇子，我就可以像诗人一样吟诗作乐。好饿啊！不行啊，肚子好饿。不过没关系，就算肚子饿，有这把扇子还是可以像诗人一样吟诗作乐。哦，好冷啊，又冷又饿，谁给我钱啊？拜托，丢个钱。哎，这位客官，这位客官，哎，谢谢你，祝你大富大贵，早生贵子啊。哎，这两位客官，帮帮忙吧，捐个钱啊，救救小弟我啊！哎，拜托你们啊，就捐。乞丐哟，中国乞丐哟！嗨，拜托啦，拜托，帮帮我！哎，谢谢你们，你们人真好啊！狗屁妇啊！Poor man！ 哎，你们这两个人怎么这样子啊？欺负弱小，太没良心了吧！真叫是干那塞！啊！干那塞哦！要干死我们的父啊！哎！你们是来帮我的吗？你需要什么 help 油？哦，我肚子好饿，没有东西吃啊！啊，没有东西吃？对，我这刚有两个泡菜水饺油，我这里刚好有个平底锅油。哇！煮开怀，这次一定可以吃啦！哦，谢谢！哇，是泡菜水饺锅贴，好好吃哦！怎么了？是寒战，我们韩国人最讨厌寒战了。哦，不是啦，因为我很冷啊，没有衣服穿啊。很冷是吧？韩国什么没有？这衣服最多有。哦，谢谢啊！你这样就能跟我们一样变成韩星了。哇，这个衣服好帅，那我可以加入你们吗？当然可以哟。那走吧。Yeah。
Thank you.